大家好，我是香港青年协会李兆基小学谢伟乐校长。我心目中的赞好校园是要充满爱心、充满笑声的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喜欢学习、享受学习、学识学习，同时他要能够同人沟通，懂得同人合作，敢于去面对挑战，成为自律自信的人。除此之外，我希望在这个地方是能够充分地发掘到我们小朋友的潜能，令到每一个人都享受成功的喜悦，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地方要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愉快而有效能地学习，那他就是一个值得赞好的校园了。